金家汉森见偶像，就一一客串他连卡三关。汉森，你的管理好起来哦！你上代言团体九一在另外时阵要开演唱会呢，知道吧？我跟汉森约好，要去看九一演唱会呢。是的，金家生命斗士汉森偶像九一真的来报道。是有要是看病吗？然后我们平常就有看病的习惯，所以我永远伴手礼都是我们没有卖掉的专辑。这次每个手指有我的最多，他台语是最高，他台语是最高最高最高。小王怎样啊？小王这边吼，讲这个内务上，现在养病的这个时间吼，都会使听我的专辑。啊，我们这个专辑。三零会来哦，就会来哦。好，我一定会去的，我会大声叫你的名，麦克林做会大声唱歌，讲好哦。